相对的也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部署比较严密的警力，是做预防性的部署。那我们也是要再次呼吁大家信众哦，天气很热，那一定要耐住性子。既然来参拜哦，就是要接受妈祖的这个引导，追随妈祖，然后理性和平的参与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哦，不要有任何的肢解意外。